学佛，怎么个学法？那时候我还很年轻，刚刚认识张家大师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方东伟先生，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说我懂得了，有没有方法叫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境界？张家老师听了这个之后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看了半个小时，一句话没有说，整个心定下来。他就是等我的人，我们年轻浮躁，整个定下来就告诉我六个字，看到后放得下，你就入门了。果然没错，佛门是敞开的，没人去关的，你怎么进去放下就进去。你能把这个世间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统统放下，都丢掉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佛不过是个放下的人而已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放下他就不受他的拘束了，他干扰不了你了，你独立了，智慧就现前。人人都有如来智慧的相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就是你不肯放下，那是你自己找的，不是别人给你找的。谁要不帮不上忙，还是要你自己看破，是明白了，搞清楚，放下是回归自信。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定，佛家讲定，心就是定，定就是心。现在不定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装在心上，你是冤不冤枉？这心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？都是一些乌七八糟的，与你自信完全不相干的东西，你亏吃在这里。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最对我们最大的恩德，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就发现到他在做给我们看，看明白了自然放下。不放下亏吃他了，不放下背个六道轮回呀。放下之后六道轮回没有了，不存在了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传统文化的学习切入之后，最大的一个好处就让你对整个宇宙、整个人生看明白。看明白之后，你要想超生一级的人，放下就是，不从外头来，从里面来。外面没事，天下没事，事都是我们胡思乱想出来的。真名独立，从这里出来，这统统放下，没事，清净，跟佛菩萨一样，没有两样，做出榜样来给别人看，让别人学习，这就是普度众生。佛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是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都是你心里有的。心里的放下之后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心清净，智慧增长，
什么问题你都了解，叫看破。唯有看破，你才会放下，你才肯放下，你不再找自己麻烦。看破是智慧，放下是功夫，放下就回归自信。自信是宝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可以救自己，可以救家庭，可以救社会，可以救国家，可以救世界。保守